耶稣在荣耀众在来，要仍然圣经中记载，是兴奋大盼望信息，哈利路亚主在来，古今来最大盼望，终于来盼望之望，信徒应当加倍警醒，看那身体正在光明。耶稣来死者就复生，世界痛苦中震动，众生堕落天世更改，哈利路亚主在来，古今来最大盼望，来万望之望，信徒应当加倍警醒，看那身体正光光明。耶稣又允在众光临，罪恶消灭在无悲哀，魔境冲眼泪擦干，哈利路亚主在来，古今来最大盼望，众义来万望之望，信徒应当加倍警醒，看那身体正方光明。